看到了，都注意了啊。司机扔了数钱，司机扔了数钱，给了，好像是给完东西了。警察，一二三四四袋，你挣多少钱？我这趟他给我200块钱车费。那人长什么样？一个女的。我不知道，他给我一个就那个盒。带我去找。带我们班啊。没有，我就是个司机，你知道吗？我啥都不知道。叫什么名？住哪儿？夏明南。你下来干嘛呢？下楼等出租车呀、啊。楼上有什么？有。什么话？警察。对呀、啊。然后昨天晚上又玩了一回。你什么时候玩的？2个月。也没工作，啥都不干，就天天卖这个挣点钱呗。这个假的，你看，这是切药器。切什么的？切药的，然后就全用这件衣服。你切什么了？我没切。你看这里什么呀？嗯，这不是冰吗？